我来报警，第一我的被非法拘禁，被他非法扣留，第二我汪小菲实名举报徐熙媛长期滥用药物。就是到这人，我是来报警的，我来报警，第一我的被非法拘禁，被他非法扣留，第二我汪小菲实名举报徐熙媛长期滥用药物。我现在这边报警。然后这个药物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不好的影响，因为它会让人产生幻觉。我汪小菲现在是来报警的，要让你们知道，在你们看到镜头背后这些人是什么样的。那些来帮道西人说有吃药是吗？